设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。还能让他人也凌波虚度，这与我无关，是他自己。咱们师徒也该见一面了。俺们现在是马贼，这叫巡逻。那是。这是联络暗号吧？你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带着我们与你同行？问路？你想抢不成？变成这样，杀！来得好！既然你还笑得出来，那就表示这几百只鬼还入不了你的眼。你也太高看我了，这长弓追一百鬼夜行，纵火犀利之人，要说其中没有高手，那是不可能。
放心，看样子他们不打算杀人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叔叔不行，让你们滚。好哎，那两个没义气的家伙。这位小兄弟。谁啊？少年英雄自当鲜衣怒马，把酒当歌。哼，怎的这般唉声叹气的模样？哼，把酒当歌，我如今都做了马贼的阶下囚，哪来的？啊？酒？哎，喂，你也是被马贼抓来的？你哪来的酒啊？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这位小兄弟，我们同为阶下囚，如不嫌弃的话，共饮一杯如何？去，给隔壁的兄弟送一坛去。啊，这样也行？原本以为这漫漫长夜我要一个人喝着闷酒度过了，没想到居然在此遇见小兄弟，我们也算是有缘之人了。哎，是啊，想不到在这马贼的牢房内还能有酒喝，我就先干为敬了。哎，好酒就是不够烈，不如老糟烧好喝。不知道这位小兄弟是因何被马贼抓来的？哎，让一个和尚坑了。和尚？嗯，一个丑和尚。小心点，我们现在可是在这长弓追忆百鬼夜行的营寨之中，要是被发现了，别说救雷无节了，我们两个也得陷在里头。一圈又回到美人庄了。无禅师傅，你师弟无心为什么抓走萧瑟和雷无节呀？这我也不清楚。无心的武功好像挺厉害的。嗯，萧瑟不会武功，无心不会欺负他吧？我佛慈悲，虽然不知道师弟为什么带走萧瑟和雷无节，但我相信师弟一定不会做伤害他们的事情。无禅师父，长空映雪落城楼，接下来不知您有何安排？小僧接下来准备回九龙寺复命，不知施主您？我们想与您同行，任务失败，一些细节还是唐莲当面同大觉师父解释清楚比较稳妥。如此甚好。化为诗与作酒，醉赴红尘锦绣，仗剑莫叹心伤。大师兄换新衣服了。晚霞骨肉，纵马成欢烽火，日出萤火。衣服可还喜欢？一字头莫逆相守，唉，无尘大师，咱们出发吧。过百个马贼，其
其中不知道有多少高手，咱们只有两个人，我还不会武功，你打算怎么救人？走一步算一步吧，总会有办法的。首先还是要抓个舌头，问问雷无杰被关在哪里。舌头？好开心好开心，吃饱喝足看星星。你不是会心魔引吗？为什么不用？累。什么时候想回答我的问题了就说一声，我把你拉上。你真的是和尚吗？不是和尚还能是什么？你是忘忧大师的弟子，身怀罗刹堂的武学秘术，这的确会引来江湖之人的窥伺。可光凭这个还不值得无双城这种势力大动干戈，更别说是天外天了。当年天外天战败，同中原各大派签订了锁山河之约，12年之内天外天之人不准入北离。如今12年之期将满，他们却为了寻你做出这么大的动作，你究竟是谁？我记得当年的锁山河之约中还提到了一个5岁的质子。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，你们都以为我是什么大人物，其实我只是寒水寺里一个有些顽劣的小和尚罢了。抱歉，刚才是我唐突了。无心。什么？你要再不把那两个家伙拉上来，可就犯杀戒了。走。好了，告诉我吧，你们今天上午抓来的人关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不知道啊，上午的行动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收队了，我们什么都没看见。我老大知道。我知道了，凡是绑来的肉票都是关在地牢里的。废话，我们是问你地牢在哪儿。是你？你认识我？我你们是砸我店的那伙人吧？奇怪，几日不见，怎么跑到这西域来做马贼了？混口饭吃，混口饭吃。废话就不用说了，想要活命，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地牢在哪儿。还有，你们这长弓追忆百鬼夜行，现在一共有多少高手，什么境界，你们也一并交代了吧？境界？我说，我们这里武功最强的就是大当家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境界。不过，听说今天抓到的那个人，就是我们大当家亲自出手的。除了你们大当家，营寨里还有什么高手？我知道，前两天营寨里来了个人，我看应该是一个高手吧。对，我看大当家对他相当的恭敬呢，大家称呼他叫公子。公子？听你这么一说，这个和尚可真是有趣的很。要不是他，我怎么会倒霉的被关在这儿？对了，你是怎么被抓到这里来的？
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想当皇帝。师尊这次托我运送的独家福利已经送达，还不速来扫码关注官方微信，领取幕后爆料、神秘设定、高清壁纸等独家福利。不对，公子，怎么了？着火了！你要去这大梵音寺，莫非也是要问什么？